One K coming up next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Fiesta 的曹璐。天气越来越冷了，在寒冷的冬天，一杯热茶或者是一杯咖啡，能给大家带来一丝丝的暖意。那我也希望在寒冷的冬天，我们 One K coming up next 能给大家带来一丝丝的暖意。那这一周又有什么样热乎乎的消息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上周王德凯的热播视频 Original Hat 点击数量最多的内容是 Epic Kai Wonder Life， 他们的火热真唱视频表演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王德凯 Original Soon， 以下是11月第二周公开的内容。富有男人味，为了复活女人心而来的六位男子 Pinta， 制造愉快的气氛。 Pinta 关键词到底是什么呢？即将公开 #hashtag 采访七个小天使 AOA 大红预感 AOA 爆发性感魅力 Let's Dance， 让我们和他们一起来跳舞吧。自称他称独立音乐乐坛的偶像组合，独立音乐双人组合 10cent， 到底他们喜欢的音乐家是谁呢？敬请期待他们的 playlist。接下来一起来看看这一周公开的新专辑。男生朋友们，有一条好消息， AOA 摆脱少女形象，变身可爱性感的小美眉，一起来欣赏他们的致命魅力吧。在地下乐坛得到认证的实力派新锐说唱歌手 Tamiano， 我们一起来关注富有音乐天赋的他们给我们带来的歌曲吧。接下来一起来看看这一周公开的新专辑。在寒冷的冬天，一定要穿得暖暖的，不要感冒了。我们下周见，不见不散，拜拜。